古人的事，下到未来的事，我都知道。你小孩子很臭屁，非要说我臭屁啊？臭屁哟、哦！为什么叫臭屁？因为我们不下去嘛，哈、哦。屁没得屁，天没得屁，你们还会说什么？臭屁啊！因为男女入耳，男女入鼻嘛，哈、哦，听不下去，然后我们就很自然就怎样？臭屁！但是师尊很慈悲哦，他没有给他说啊臭屁，他没有这样。讲了一个比喻的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他就说：“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钱多到说，哎，我就随便来，好行，是钱多到这样子的人。他有一天就走啊走啊走啊，他就看到说，哎，有人在盖楼房。那楼房有一层一层的楼房嘛，就说，哎，这一层一层的楼房啊，这么漂亮，我也要来盖一个三层楼。”那个请来那个建筑那个房子的人就说：“师傅啊，师傅啊，我要盖个三层楼。”师傅说：“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从一楼开始盖嘛，从一楼开始盖呀、啊。他就说：“你在做什么？”这个很有钱的就问那个建筑师说：“你在做什么？”“我在替你盖三楼啊。”“不对啊，你现在盖一楼啊，我要盖三楼啊。”“不，我要从一楼开始，二楼。”再接二楼，再盖三楼，你才能够一层楼往上爬。不对不对，我是只要盖三楼就好了。要、啊、怎么盖？他给他盖的这样子哈、哦。他假设他给他盖了，他就好吧。他说：“姐，你就这样讲啊、哦？那我这个盖应该盖三楼了，盖一层嘛哈，盖、哦、两层嘛哈，三层，好吧？”那我只好依你的意思盖了，他就把柱子怎样叠得很高，然后呢就在上面真的盖了三楼。这个建筑师也很厉害，好、哦，在古印度在世尊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也很厉害，他讲这个故事代表当时的建筑师也很厉害哦，有这个智慧，他真的就给他盖了这样子。可是有些人看到哇，我好高兴哦，我有一个三层楼的房子了。然后这个建筑师就跟他说。哎，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吗？你要住这样的房子吗？哦，他还是很有一点点的良心，觉得说，哎，他心里不安啊，因为。父母930。陈教授专题演讲《深图书馆形象》，提升图书馆形象。树德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深教授，提升图书馆形象。一般人对图书馆的形象。一何谓形象？对于特定目标诸如国家、种族、机构、个人、事物等等的内涵文化，冒及言行活动所产生的反应感，受和评价之中的影响。二、想象你脑中的形象。一、孔子，至圣先师。不轻易言笑，好学杜鹃。二、玛丽莲梦露，性感女神。三、基督明白，野性豪放，好斗酗酒，好赌，好色，投机冒险。四、中国神话人阿 Q， 刻苦耐劳，胆小保守。
附录。930林义成教授专题演讲《深读书馆形象》，提升图书馆形象。树德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深教授，提升图书馆形象。一、一般人对图书馆的形象。一、何谓形象？对于特定目标突出于国家、种族、机构、个人、事物等等的内涵文化，冒起言行活动所产生的反应感，受和评价之中的影响。二、想象于脑中的形象。一、孔子至圣先师，不轻易言笑，好学不倦。二、马丽莲梦露，性感女神。读者需求服务时 ，A 一刻暂停，电话站起来，身体略向前倾，保持适当距离。B 询问 ，May I help you？C 倾听说，目注视对方，点头微笑，速记重点。D 回话，轻声细语。和蔼可亲，一亲自或一教他人服务完毕，别忘询问是否满意。二、随时注意礼貌。一、多用请、谢谢、对、不请、不客气。二、尽可能称呼对方陈小姐、陈老师、李同学、校长。三、善用肢体语言，不可双手插腰或交叉在脑前。四、无法及时服务时，需表示歉意。五、不可说出损人自尊的话。二、经过参考服务专业训练，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16-17章 On Earthworld。 三、高等教育和广博的知识，读者多元化，所以管院专业水准要很高，需有各科系的人才。四、了解各种资讯资源及其使用法，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5章图书馆的参考资源。五、外语能力，因应外籍新娘与外籍女佣外劳的需求，需要更多外语人才加入服务行列。六、具备电脑及网络基本知识及其操作技能，并熟悉资讯新科技之使用方法，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15-17章图书馆。要熟悉网络及电脑应用，善用索引与索引点资讯检索、检索语言与资料库的用法。六、参考服务的层次，往西章。一、有限说，参考馆员让读者自行寻找答案，适用于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
无限说，参考馆员必须为读者寻找答案，专门图书馆多采此种层次。折中说，参考馆员因应实际状况，采取弹性的方式因应公共图书馆多采此种服务层次。二，保守型 conservative， 自由型 liberal， 温和型 moderate。 1930年魏尔 White 针对图书馆参考服务层次所区分之三种类型，相当于上述之有限说、无限说、折中说。三，最小程度 minimum， 最大程度 maximum， 中等程度 medium。 1961年罗斯坦 Rothstein 针对图书馆参考服务层次所区分之三种类型，亦相当于上述之有限说、无限说、折中说。七，参考服务的范围。一，以和读者的互动性来说 ，A 直接行参考服务，以参考馆员答复读者的参考咨询，面对面、书面、电话或线上，利用各种快速参考资源帮助读者寻找答案，运用专业知识及资讯检索技巧协助读者搜集所需资料。二，快速参考服务应至少占三分之一的比例。三，利用教育。四，阅读指导。比间接型参考服务包括一切在幕后协助读者利用或检索资料的工作。二，以服务的管道来说，面对面、电话、书面、传真、email、线上参考咨询、线上互动式表单、BBS 等。三，以服务的项目来说，A 参考资源的搜集及汰旧换新 ，B 资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及文献传递 （document delivery）， 以协助搜集资料。二、专题选萃服务 （SDI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可用 PDA 无线上网。三、限期期刊录字服务 CCS Current Content Service。 四、文献传递服务方式包括以邮寄、传真、 email、 aerial 电子全文传递等方式。 C 图书馆利用教育、图书馆及资源利用指导，以引导参观图书馆、图书馆之旅斜线 （library orientation） 第一层次。二、办理图书馆各种服务及资源利用指导活动 （library instruction） 第二层次。三、书目指导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第三层次。四、其他。办理各种推广活动，以宣导利用图书馆，编制图书馆和图书馆各种资源的使用说明或宣传品。请参考以下的网络资源，图书馆利用教育课程大纲。一、认识图书馆的设施和功能。二、学习图书馆的利用规范。三、认识图书的结构和版权。四、认识非书资料的内容和利用。五、认识图书馆的分类和排架。六、认识图书的目录和利用。七、认识参考工具书的内容和利用。八、了解图书馆资讯的流通和利用。
九、学习阅读方法，撰写摘要和报告。十、学习资料剪辑和资讯检索。十一、善用社会资源，扩展求知领域。十二、图书馆与多媒体中心自动化的利用。曾雪娥，终身学习与图书馆的推广服务，台北市立图书馆馆讯，13/2/P26年3月4。D 办理馆际合作服务，可参考谢老师篇的讲义第13章，图书馆的读者服务馆际合作服务。一、参考咨询 reference interview 以及咨询记录的汇总和保存。一、参考问题的类型，大致有5WEH。一、指引事情。二、变懒，快速参考斜线事实型。三、主题特殊检索型。四、研究型。二、限制答复，婉拒回答之问题形态，国家图书馆。一、法律与医药问题的诠释。二、古书、古董、美术品的市场价格查询及真伪鉴定问题。三、书信文件翻译问题。四、数学、统计、技术工程、微积分等之计算或解说问题。五、考试有奖征答、猜疑问题。六、人生及个人问题。三、参考论坛的步骤。四、参考咨询记录的保存。八、参考服务的评鉴。一、评鉴的目的，促进馆员熟悉业务并配合时代环境变迁做适度的调整，馆藏引进新设备。二、评鉴的项目，参考资源的值和量。斜线参考馆员，斜线参考问题分析，斜线解答分析，斜线读者分析，斜线幕后工作。三、评鉴的方法。 A 一、评鉴者分调查介入法、调查不介入法、读者作为评鉴者问卷调查法。 B 一、评鉴工具分问卷调查法、面谈法、参考咨询记录分析、参考服务统计。参结论，这次学习内容很专业，需加上参观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馆的心得，他日有机会服务在从实作中进一步学习，报告做得很匆促，尚请见谅，智慧虚假与时日增长感。谢师长的教导助我开阔视野，开展思想领域，也得到专业知识的概念了。报告虽不尽理想，却也花费不少时光了。参考书目 References。 薛文朗1995。参考服务与参考资料300。台北县中和市许生。胡树照、王美玲2003。读者服务。在图书资讯学导论出版页257。台北市汉美。张纯纯的2003。参考服务概述。在参考资源与服务出版页285326。台北市空大王希章1997。参考服务的起源和发展。
在图书馆的参考服务，理论与实务，出版第二章，页42年4月7日，台北市文史哲国家图书馆，参考服务原地，网址 http://web.acl.edu.tw。谢雪英老师编的讲义《图书资讯学概论》第十二章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参考服务2004年版附录9305001陈教授专题演讲提升图书馆形象提升图书馆形象树德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深教授提升图书馆形象一一般人对图书馆的形象一何谓形象对于特定目标诸如国家种族机构个人事物等等的内涵外冒及言行活动所产生的反应感受和评价之综合印象二想象你脑中的形象一孔子至圣先师不轻易言笑好学不倦二玛丽莲梦露性感女神三西部牛仔野性豪放好斗酗酒好赌好色投机冒险四中国成华人阿居刻苦耐劳胆小保守守财麻将奴喝茶族三一般人心中的图书馆形象以一位读者对图书馆印象的转变50年代时大鱼借书大鱼月报杂志大鱼约会弹琴大鱼准备考试60年代时大鱼自修大鱼阅读期刊大鱼写论文大鱼休闲听音乐二对馆员的看法一美国人60年代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妇女缺幽默感神经质衣着过时装腔作势长舌二国人看法表情呆板缺乏笑容晚娘面孔埋头看小说不爱说话打毛线电话长舌三学校图书馆地位校内边缘单位对学生课业没啥贡献闲差单位养老院冷宫不讲究绩效二建造馆员新形象一亲切服务宜当读者寻求服务时 A 一刻暂停电话站起来身体略向前倾保持适当距离 B 询问 May I help you C 倾听双目注视对方点头微笑速记重点 D 回话大鱼轻声细语大鱼和蔼可亲一亲自或一教他人服务完毕别忘询问是否满意二随时注意礼貌一多用请谢谢
对不起，不客气。二，尽可能称呼对方陈小姐、陈老师、李同学、校长。三，善用肢体语言，不可双手叉腰或交叉在脑前。四，无法及时服务时，需表示歉意。大鱼，抱歉，本馆目前没你要的资料，你是否愿意预约？大鱼，对不起，我找到江应急通知你。大鱼，不可直说，不知道，在那边，改天请来看看。五，不可说出损人自尊的话。大鱼，这么简单也不会长。睡不好的容易发胖。大鱼，这其实跟体内荷尔蒙有关系哦。我们体内有两种荷尔蒙，一个叫 GH， 一个叫瘦体素。嗯，这两个东西就是控制我们的食欲的。当我们越晚睡觉，越睡眠时间越短的时候，身体的饥饿素会上升。国外有个研究发现哦。给一组年轻人哈，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哈，然后连续两天哈，他的饥饿素会上升28%，他的瘦体素会下降18%，所以说这两个失衡以后啊，那些人就很想吃东西。就会解释一件事，为什么我们晚上晚睡人都半夜肚子饿要去吃宵夜，对不对？那另外一个研究说，假如你连续一年哈，每天睡觉的时间都少于5.5个小时的话。一年以后，你的身体代谢会下降8%，体重会增加5.7公斤。欢迎收看。